各位观众你们好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看肥坤的片。今天肥坤的位置呢就在台山的巴波沙，这条马路都叫台山中街啊。我都好耐冇行过呢一边啦，我哋又行喺呢一边嘅马路。咁啊，呢边嘅马路咧就学校比较多一啲嘅。咁咧就今日啊假期啦，咁啊有啲学校咧就放假噶，咁啊所以马路上咧就比较清静一啲。咁啊，依一區都叫做幾清靜啊，冇乜人行。咁啊，行起上嚟咧比較舒服啲嘅依度啊。咁啊，依度有個花園仔。咁啊，放假或者禮拜咧，就好多小朋友喺度玩嘅。咁啊！呢度學校咧有好多間啊！咁啊！呢條係青州新巷啊！咁啊，前邊呢一排嘅政府屋咧就呢啲係應該係公務員宿舍啦，就好多年歷史噶啦。咁啊，個別有啲單位咧就抌空咗嘅。咁啊，依座居屋咧就開始拆棚咯，起好咯喎，都幾高噶，有成40層。咁就喺台山街市旁邊嘅啫。咁啊，我哋行下附近啲馬路啦。咁啊，依度行翻出去咧，就係青州大馬路啊。咁啊！依度係大明閣，大明閣又好高啊！咁啊，大明閣地下啲鋪頭咧就好多飲飲食食噶，咁啊，每一晚都坐到爆曬棚。咁啊，行到出嚟青州大馬路啊，鏡頭影住依個位置咧就係台山嘅公務員大廈。
咁啊，依個位置咧係台山街市啊。咁啊，依度直望埋去咧就係聖若瑟五號。呢邊係日麗花園啊。咁啊，鏡頭影住對面咧就係狗場。咁啊，呢度以前係狗房嚟嘅。咁啊，每次行過呢度都係有好多狗叫聲啊，非常嘈雜。我哋繼續行青州大馬路，咁啊，依一段都好多茶餐廳啊。呢度係日麗花園第二座。咁我哋行下行下，又行到白朗谷啊，白朗谷將軍大馬路。咁啊，鏡頭方向咧就去翻閘噶。咁啊，前面個街口位咧都係去青州。咁啊，依邊係筷子機啊，狗場。咁啊！依度系白朗谷將軍大馬路啊！咁啊，依度咧就係盲人重建中心啊，庇护工场。咁啊，而家澳门嗰啲盲人咧就好少噶啦，以前就比较多啲，而家就好少啦。咁啊，前边咧就係狗场。咁啊，狗场而家唔知等改建乜嘢啦。
好，我哋下一集再见。